Hi, welcome to our channel. If you like the videos, be sure to subscribe and drop a like, and if you don't have a comment, drop one. 大家好，我是胖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希望没有订阅的朋友别忘了订阅。这是我们最近买的一车土。把这一点地势给垫高了。这个液化气大罐子是我们最近才买的，买回来家再加上他们给安装，所有的费用是2700美金。因为我们家有液化气炉子嘛，做饭，所以就买一个大点的罐子，还有再加上冬天取暖的时候我们用的也是液化气。原来那个旧的罐子在那边了，旧的罐子。大家看看这个洞，也不知是什么动物来挖的洞，所以说我们家就买了一车土，把这些动物挖的洞给它填上。当然他们还会回来挖的。为什么我们家会买那一个大液化气罐呢？我在前面的故事已经讲过，也就是因为那个旧的罐子，我老公的妈妈和液化气公司的人吵架，液化气公司的人说那个罐子是没付清的，是租他们的。我老公的妈妈说是他买下来的，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旧的液化气罐子原来是我老公的妹妹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买一个大的罐子。大家看看我这两颗葱，我买的葱没吃完，我就在这个，这也算一个小坡吧，坡的旁边把几颗葱埋在了这里。我们家没有菜园子，我不想把我们家的院子给挖乱七八糟的种菜，以后再弄一个菜园子。带大家看看我老公在做什么，还不知能不能成功。我们现在在自己做，我老公想做一个架子，放在这个房子的前面挡雨。看过我前面的视频，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我跟我老公的妈妈的关系不好。原来我们是住一个房子的，后来闹矛盾以后，我们就买了这个旧房子。为什么买旧房子呢？也就是因为经济能力所能承付的，因为我们不想贷款嘛。我们家前两天呢，有人过来帮我们家安门，大家看看，他帮我们装这个门，没做好，看看上面那一块他留下来的，他就不管了。装了两个门，一个是前面的门，一个是后面的门，他把门给装成这样了。这两个门平均一个门是500美元一个，也挺贵的。大家看看我们家这个窗户，本来我是想让他把窗户给我换成新的。这个窗户呢，是他们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买这个旧房子，他们移过来的时候呢，把一些玻璃给震坏了，然后我就自己贴上的。这个窗户是两层，里面的玻璃没坏，就是外面的玻璃震坏了。本来我们是想找人家来换的，找这个人呢，我们看他的价钱挺高的，所以说就不让他换窗户了。这大大小小的窗户我们算了一下，总共是12个窗户，价钱也不会低的。我们之前找了一个人，价钱都问好了，也就是因为这个疫情，所以说我们家就没有投入太多的钱去装修这个旧房子。因为我老公的工作性质嘛，再加上这个油价挺低的，本来我们计划是今年把这个旧房子给翻修的，但是我老公他的工作，好多石油公司把这个工程都给取消了，也就是说
不开工以后呢，我老公的工作也受影响了。我们现在所能做，就是说要维持住正常的开销，吃饭啦、付账单这些。装修这个房子虽然说旧吧，但是它没有问题，还是可以住的。所以说我们暂时不装修它了。啊，我老公想自己做一个挡雨棚，他以前也没有做过。来做他就自己做试试咯，慢慢整吧，反正买这个旧房子都需要花时间慢慢整的，自己做呢就省下来了手工，我们家也没做过这些，慢慢学着做，看能不能做成了。生活确实也不容易，我儿子现在一个星期要去学校上两天的课，然后剩余的时间在家里面上网课，他也挺忙的。他今天过来给帮忙。这个就是我们家之前买的铁皮屋的框架，我们还没有支起来，因为支起来这一个还要打水泥地坪，价钱不便宜。我不认为我和我老公能把这个铁皮框架屋给它支起来，然后把它改造成房子，要花很多钱。我们现在买这个旧房子已经投入了好几万美金了，后续还要再投入不少钱。我老公买的木板放在这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应该换的，然后这个外墙也要换。现在目前是需要保障正常的生活开支。我们两个人只想着把这个旧房子给它翻修好，能住就行。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花钱的，我儿子今年上高一，还有四年他就要上大学，到时还要帮助他支付大学的费用，然后过两年他也能开车了，还得需要一部车子。我们计划呢，把我老公开这个红色的车子，过两年给我儿子，然后我们再买一部车子，到时候也得需要钱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能省的就省，能不花钱的就不花了。还有目前我们的开销也挺大的，因为我老公的妈妈在那里住嘛。我老公的妈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他认为呢，他的退休工资只能他自己花，他那个房子的所有的账单啦，都是我们在支付，然后吃饭钱也都是我们在支付。今年80岁了，也没有人说他了。我们现在跟我老公的妈妈是个人过个人的，他过他的，我们过我们的。我做饭的时候呢，我老公有时会给他拿一个盘子装点饭，拿过去给他吃，他也吃。但是我跟我老公的妈妈呢，现在是直接不讲话，也不来往。我儿子呢，在那边跟他住，因为我儿子要帮他做一些事情嘛，他年龄大了。前段时间呢，我老公在那里帮他整修了他的厨房，给他安上了洗碗机，所以说他现在不需要用手洗碗了。我们现在过的是很清静，没有人打扰我们。我儿子在那边帮我老公做事情，我觉得我儿子跟我老公一般高了。等我老公做好以后，我再拍给大家看。今天我就闲聊这些吧。喜欢我的朋友，别忘了订阅和点赞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。